是呢，不同的学者，咱们推荐推荐评论特效镇区的高等职务，从推的到 Andes 到 Ross， 然后到亚历山大，还有 MIT， 那么托槽的他的粘贴的锅子值，这个每一个粘贴值都是指的它一个平均值，所以你看它的差异非常大。大家看一下它的规律，看一下啊，你先把精力集中一下。先看推的，推的是4.5、4.0、5.0。那么，也就是说，晶圆的话呢，要比它的和平面要高出0.5，是吧？那次晶圆的话呢，要少于0.5，是这样的比例的。那安吉斯的一共呢是5.0、4.5、5.0。那么它的尖牙和中期牙是在正在和平面，是吧？再看 ROS 是4.5、4.0、5.0，它这个是和推的是一样的进阶方式，是吧？再看亚历山大，沿着这亚历山大也是4.5、4.0、5.0，也是跟推的是一样，是吧？那么 MBT 是5.0、4.5、5.0，它和 Andes 是一样，是吧？也就是说，目前基本上呢，都是这两种模式，是吧？就这样来去进阶的。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去学习定位的时候呢，我们这个 MBT 5.0、4.5，那么这个地方自然实际上也是可以变成5.5，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来去理解的？所以我们先掌握它的规律，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去考虑怎么样来去制定了。这是它的一些进阶模式，我们再看一下5、6、7哈，4、5、6、7，那么推着的4、5、6、7都是4.5、4.5、4.5，全是4.5，是吧？那么 Andes 的是4.0、3.5、3.0、3.0，那么 ROS 的是4.0、3.5、3.0、2.5。那么到底燃烧大的是4.5、4.5、4.0、3.0啊？那么4.5，那么也就是4、5一样的，就是这个是亚历山大的，是吧？4和5都是一样的，4.5、4.5。那么 ROS 的是4.0、3.5，跟安利是一样的。我们再看一下 MBT 的。是4.5、4.0，那么也就是说，它两者的进阶的话，都是以0.5为推荐，是吧？来去进行推荐。再看六七的话是4.5、4.5、3.0、3.0，它是一样的，是吧？那么 ROS 的是3.0、2.5，亚历山大是4.0、3.0，这个是以一为进阶的，是吧？这个是也是0.5的进阶，那么 MBT 呢是3.0、2.0，也是以一为进阶的，是吧？大家发现有一个特点，那么除了推的之外，其他都是要进行进阶的，是吧？只有推的不进阶，是吧？大家知道为什么推的不进阶呢？对，因为推的为什么不进阶，就是因为它后面要关的公司，是吧？和公司来进行形成，所以呢，它就不需要过多的考虑特效的高度，通过公司来形成。而下面这些都是什么呀？全是直子公司，是不是？只有推的是方子公司，因为推的呢是靠公司来去形成，所以它后面的话呢有那个推子核，所以后面可以进行升高，有个后勤，所以它可以定增。如果我们的临床要定成这样的话，那就肯定不行了。要用直刺弓这样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直刺弓是不弯直，才不是弯直，是吧？所以
所以我们这次工党的定的以后呢是靠紧些它的就是核方，所以说我们来看以后呢，基本上因为目前最常用的就是这个 ROS 是吧 MBT 那美国2.5/2.0，这就是它常用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以后呢，最后一个这个七基本上是在2.0是吧2.5/3.0这个来进行看。那么接下来看 FACC 的和 FA 点的参照的正确连接方法，这个你忘记过去，如果你从来你没有过去就不需要忘记过去，有过去自己忘就可以忘记过去是吧，也就是说如果你做过方式工的可以忘记过去是吧，我从来就没有做过成绩，不用去忘记，是吧？就是忘记了方式工和链接的指标与概念，和这些东西，就不要再去，考虑过去的，因为全部都在直通的保镖里，是吧？所以跨道位置是直通九能技术的核心，所以如果我们都说了，我们还是粘的不是套套是吧？粘三七六弯曲是吧？所以因为在方式工程，它并不是像我们以压力长轴来去考虑，基本上是以切端平行来去考虑的。所以这个呢，直子工程是完全就并不适用的。因为直子工是以压力长轴作为主要参考来去定高度，而方式工是以单纯的切圆距离立方的高度来去定。这是完全不同的两边。那么临床按长轴，那么在时段轴点，然后这两个名词的话要记住，那么临床按长轴的话呢，也就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假想的轴，是吧？这个轴实际上是假想出来的，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手工去画的。那么这贯轴点呢，也就是我们的临床按的中心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除了磨牙以外，那么的牙齿，那么临床瓣的长轴啊，都是位于牙冠颊侧中央半月最突出的位置。所以磨牙的临床瓣长轴位于两个大的颊间之间的夹轴。我可以找图给大家看一下。尖牙、切牙和瓷切牙是一样的，是吧？只是大一点和小一点。那么中央这个发育叶，那么双顶牙也是中间的发育叶。那么磨牙的话呢，是两个发育叶中间，是吧？那么这样的它当中这个我们贯轴的长轴点呢，是从这儿进行贯穿。所以呢，也首先要熟悉牙齿的解剖来考虑一下。那么下颌它的是一二三，是有三个。那我们呢，通常是以这个近中夹轴这个作为依据，作为它的长轴贯轴，我们长轴连长轴。那么临床瓣中心长轴，大家看一下，如果说我们现在用一个笔，用一个侧面是吧，来去划一下的话，自己可以感觉它就像一个圆轴是吧？像一个圆形体，那我们从划过的时候可以找到最凸点。那么牙齿也是一个圆形，也是一个球形，所以你这样划的话就可以划上，能找到的最中心点。所以当你的牙面完全平于这些它平行于它的牙面，这时候你用这个铅笔去划过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它的最凸点在哪里，能找到。那我现在看这一颗牙齿，我们要找到它的临床瓣长轴。那我们先看一下，这是它的解剖瓣是吧？
那么这个呢，变一些什么所谓的临床观。我们通常测量牙冠的这个高度的时候，是以解剖冠和临床冠、临床冠来去测量。那所以呢，我们这个长轴线的话呢，是画到这个临床冠的边缘，因为我们取景视网膜解剖图里，我们看到只能看到临床冠，是不是？当然，有时候也可以看到解剖冠，什么样时候？牙周病是吧？哎，伸长牙周病的是吧？可以看到解剖冠，但临床大部分看到的是临床冠。那这是临床冠，我们来进行每一个牙齿进行画的时候呢，是这样来画。等会儿呢，我们就会发给大家这样一个牙图，然后让大家一起去画。所以呢，我们给每个牙齿临空呢，然后呢，我们要找到它这个冠，这个临床冠长轴，然后呢，再找到它的一个终点。这个终点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以它的临床冠的颈缘是吧，到它的那个最前端的最突的最高点，然后呢进行测量。这种目测量的话呢，就是它为它的中心是吧？这样的话呢，是它的冠心点，就是 F1 点。那我们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找到它的临床冠中心。那么下面是这样，然后呢，我们这些冠中心之后呢，是可以连接在一起。那么连接之后呢，这个面叫什么面啊？叫爱丽丝平面，是吧？那么对于后牙，我们定的时候怎么来去定呢？大约率是从这里到这儿，还是从两个这个它的牙尖到这个临床冠边缘颈缘呢？是牙尖还是这沟底呢？你做过正畸吗？我没做过，但是我感觉到底是沟底呢？胃里从来都没有，哪个是说是沟底这个东西？刚才你们说沟底是吧？昨天不是说牙齿，我不认为，昨天说牙齿，2个尖，3个尖，3个尖，4个尖和3个尖。你们平时是因为是一个沟底呢，还是一个牙尖呢？牙尖是吧？要是没有听昨天的课程呢，原来是这样认为的吗？还是没有想过？就是你原来怎么定位的？原来你们也是牙尖呢？是一个什么叫自然形成是吧？其实这个定位是这样的，一定是你牙尖，千万不要有沟底。所以你要是有沟底的话呢，这个临床冠中心是有偏移的啊。所以呢，我们要以牙尖，这才是真正的临床冠中心，是吧？那么下颌在这也是这样，是吧？也是用沟底的话呢，它的临床冠中心就偏隐方了，是吧？所以我们要重新调整，这是下颌，那么你可以用眼轮夹过，是吧？所以呢，我们在去操作进行定位的时候呢，也就是说，我们大脑里啊，先有一个三维的图，是吧？三维来进行定位的一个图。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找到这个中心点。首先呢，我们知道大脑里看到了它的从龈方到切端，它是一个；那么再从近中到远中，那么你又讲到它形成一个立体点，这样一个图。然后呢，这个位置就是我们那个凹槽放的位置，是吧？就是心里没有谱就不能拉二胡，是吧？这个也是这样的。如果说你这个脑子里没有这个牙的形态，没有这个概念的话啊，一个粘土槽就不能。虽然看到是牙，但是在大脑里还是没有这种概念，需要去从心里去想。
事业单头槽的时候呢，你必须得去考虑。所以呢，你看我们这个拖槽槽钩是不是斜的呀？是吧？因为直丝钩它跟方丝钩不一样，是吧？方丝钩呢，我们需要做的是怎么做？我们的槽钩正好跟切端是不是平行的，是吧？而我们这个没有平行，是吧？它是轴心角，是吧？那这里尖牙门牙的话，当然它的都是有11度的轴心角，是吧？所以呢，我们这个通常定位杆能不能插到里面去？有些时候是能插得进去，是不是？有些时候，比如说它是0度轴心角，是不是可以啊？但如果你除了0度之外，你只要有轴心角，你就无法往里进去，是吧？没法插。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单就是一定看，虽然我们昨天演示那个图是可以插进去，是吧？但并不代表大概都可以插进去。这时候呢，但是我们要需要对准一点，那就对于当中这个是吧，拖槽槽钩的这个中心点，我们说定位感的话呢，可能我们是不是这样来去对的，对不对？但是你只要中心点来对准了，它的交叉点能和这个槽钩的这个中心点和长轴和这个中心点进行交叉，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大家想想，不管这样这样这样，都只要是跟这个中心点交叉就可以了，明白这意思吗？所以呢，你拖定位杆使用的时候呢，你就跟这个交叉点给它对好就可以了。我们在单头槽的时候呢，重中之重一定我们要什么呀？心中有这个长轴线，是吧？因为这条路线并不一定非得画到它上去。比如说你一开始的时候，为了进行定位准确，我们可以在牙齿上去画，是吧？当然石膏牙肯定是不要画的嘛，但是临床这个口内能不能直接画，但对于初学者可以画，但是呢你将来就不能成为一个常规了，是不是？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呢，你更多的将来如果这条线在你的心中，是吧，在大脑里，然后你有这条线，然后你自己去对比，所以你始终就是眼睛能看到这条线，是吧？啊，你能看到这条线，那么你这个套槽一放上去之后，你就看到这条线，是吧？这个线是大脑是一个潜意识看到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托槽中心是不是有个靠槽？这个靠槽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跟这条线先吻合，这是前提条件啊。前提条件一定想要支持这些，那把这个吻合了之后，我们再考虑什么呀？靠移方，靠切端，调节它的高度，是吧？那么这条线如果吻合了之后，这个托槽自然就不会旋转，自然就不会偏近中，不会偏远中，是吧？如果说你的每期呢，你看都会存在这个问题，你的这个心里没有这条线什么呢？你这个托槽啊，要么就偏近中了，要么就偏远中了，要么就是旋转，因为心里没有这条线嘛。那你要心里有这条线的话呢，你首先把这条线吻合了之后，你唯一需要做的工作是不是就开始调节高度了？这时候我们的定位杆是不是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因为眼睛呢是这样的，首先用眼睛先定一下，认为哎这就是我要的那个点，这就是那个高度。我们先放到我眼睛认定那个高度之后，因为眼睛是有误差的嘛，然后呢再用定位杆啊来辅助你找到你想要的那个点。也就是说，真正的就是来去就说是定位，并不是靠定位杆，定位杆只是一个辅助工具，它跟我们原来的方丝钩不一样，是吧？方丝钩直接的去靠定位杆来直接的去定位，是不是？而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你的眼睛存在一定误差的时候，通过这个定位杆来给你校正，是不是？校正你的数据，是一个以套套定位杆辅助的这么一个粘贴方法，大家能理解吗？还是以首先找到临床案，然后呢才能用定位杆去服务。
所以呢，我们找到这个灌输点之后，我们来把这个跳槽，你看现在大脑是不是就已经想出来了？这时候呢，实际上这个看到画的这三条虚线是不是？这三条虚线是我们大脑想出来的，是不是？是眼睛看到的，这个看是并不是真实的存在，是吧？是我们想出来的。所以呢，你大脑又不是想，它有三条线。当你放这跳槽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哎，你往这一放，就感觉这个线是不是已经存在了？那么和这条线是不是吻合了？这样呢，你看。移过来，移过来，是不是？这样的话呢，这个点就完全就吻合了。那么主要是做一个上下的调整，那么就可以完全进行重叠。回到我们刚才那个，就是我们大脑先有一个三维图，这样的话呢，就非常的准确了。实际上，如果从远处来看的话呢，它这个点是跟它的临床中心是完全吻合的，是吧？那么正确的连接跳槽就会达到这三条标准。第一，它肯定呢站得正确，不会让对头牙咬到。第二，那么每个牙齿牙冠的轴倾角和夹齿上的这个倾斜角呢，就是也就是转距，牙齿角和面维持一定的角度关系。第三，那么每一个跳槽的中心应在同一平面及同一跳牙弧形上。也就是说，你粘接正确之后，最后呢，它是完全在一个平面。那么这个平面呢，叫什么呀？安吉斯平面。也就是说，我们最后呢，定出这个中心之后，我们回头可以有时间翻阅《支气功学的基础》这本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会把上面的石膏、牙全部切掉。比如说我们现在以临床瓣中心画这个石膏模型，是吧？画上面整个这个牙齿牙冠这部分，是不是可以横行的给你切掉最后的平面，就是你看到真实的平面，是不是？这个平面就叫安吉斯平面。那有的人就问一下，这个好像觉得有点矛盾的感觉，位置正确的跳槽不会与对牙接触，它是指的什么时候呀？是不是指的是矫正之后的？哎，矫正之前肯定会有些可能，是吧？指的是我们最后结束了，只要你粘的是正确的，应该是不会对牙咬到的。如果是咬到，那么就是说你本身没有牙链矫正整。之后矫正好，比如说它的转距度啊、轴倾度啊等等啊，各方面都没有矫正好，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你定位一开始就不正确，是吧？所以这就是只要你粘接正确，那么你对方的矫正的也是正确的，应该是不会再对方有的。所以你位置粘接正确以后，然后呢，将来的以后的牙齿的稳定性也比较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连接的这种误差试验。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一个是目测，是吧？那么再一个呢，就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测量尺跳槽定位杆进行定位。但是我们一开始是不是要用目测的方法来去测量它的，先画出的牙齿长轴线，再定它的冠轴点。我们来看一下牙面呢，在画临床瓣长轴时的平均误差。那么92%的人是在两度以内。那么这个试验的时候呢，不是普通的这种医生，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正畸研究生，当时是做的实验。通过这种正畸的就是专业人士来做的试验之后呢，发现他的误差是在两度以内。也就是说，我们说那个你像临床瓣长轴，它的轴倾度，比如说11度的时候。它可能会变成9度和13度，是吧？所以呢，它的误差是在这里。那么中期牙长轴确定的终点的时候呢，就是它的冠轴点啊，
那么平均误差呢也是19%的人误差在0.5，平均误差呢是0.16左右，也就是确定临床感常数及临床感中心的误差呢90%以上呢都是在2度，就是0.5毫米以内。大家想，如果脱落位置在 F1 点附近上下发生偏差，会发生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托槽粘的靠银方一点，靠何方一点，会产生什么变化？而且生产过程是重新一遍，要不生产一遍。啊，对，你直接想到的肯定是伸长是吧，或者压捏。那除了这个我们昨天所学的知识，要是三个序列弯曲来考虑呢，它改变的是什么呀？转距是吧。所以呢，你原来呢做方子工的时候，你就是想跟考虑的是一个升高和压捏的，是不是？而你现在呢就不能仅仅考虑的是一个升高和压低，它更多的呢是一个转距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上下变化大的时候，转距变化也就大。我们呢以上和第二双眼，我们都知道上和第二双眼以后，它的夹子的那个这种弧形相对于下颌是还要小一些，是吧？最大的就是下颌，是吧？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上颌的变化。以上和第二双眼为例。从 F1 点向牙尖，也就是向它的颌方是吧，移动1毫米，那么转距度就从7度变成13度了，大不大？是非常大啊。所以呢，你看差这1毫米就变成了相差6度了，是非常大是吧。所以呢，这个东西一定是一个双刃剑，是不是？它用好了，它可以让你就是规模弯，就是三曲的弯曲。你要是用不好的话呢，它一定会给你闯祸，是不是？相别人的话，它比方子工就说是占一错误了以后呢，它带来的后果要严重多了，是吧？相对来说，方子工会后果会轻一些，是吧？所以这就要求你的粘接一定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来看一下。要是相差的话呢，你看我们现在如果站得靠，这是何方是吧，也就靠牙尖。比如说我们站得靠牙尖了，我们这个丝是不是要进行压下来？我们刚才想到的是单纯的把这个牙尖压低了，但是它会单纯的压低吗？我们的牙齿是不是会有像这样的，是不是啊？会往这个方向进行，是吧？也就是说它的根向额侧倾，是吧？是不是啊？一定向额侧和舌侧倾，这个是个优先者，是这样的。那如果你要是粘的靠移方呢，它是不是也会一样？它不仅是伸长，是吧？它表现的形式应该是一个什么，它的牙冠会额倾和舌倾，是吧？我们临床观，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托槽的设计。这个托槽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转距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不能说以它转距的这个客户的方向来去考虑。